谢大家的支持，我就是今天的裁判兼主持连胜文，在此宣布2016宝岛争霸正式开始。首先欢迎我左手边的选手，火把少女蔡英文，再来是我右手边蓝鹰的战士，让我们欢迎。我选人怎么还不来？电话都不接，到底是谁会来呢？小鹰竟然无聊到切起他的空心菜啦！再不来，要我自己先杀了。这不就是失传已久的快炒空心菜？空心菜。空心菜，新鲜的菜。在香味室。空心菜食之无味，何不来盘辣炒空心菜？空心菜食之无味，何不来盘辣炒空心菜？所以我说，你的空心菜呢？空心菜一直都在，但我不能说菜还存在啊！哼，你们永远没办法懂。看我的辣椒境界！耶，怎么又来一个切武器的？不愧是辣炒空心菜，辣得如此有创意。哎，这不是我炒的菜吗？水，给我水。胜文啊，要来杯红酒吗？我要的是水啊！啊，好啦好啦，有一群人闯入会场，拦不住了！胆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！光明洞绝不是一言堂。谢谢主席。去年酒喝一料理竞赛是评审对不起光明洞。全哥说的没错。混蛋，去不对哦，没来练吧。糟了，是魔法咒语。九二共识，暗黑之手，马主厨，恭喜兔兔姐！好香的鱼啊！给我！
拜托啦，我们见面好好谈嘛。好像很好吃。本人秉持着亲民的理想，将煮熟的鱼送给民众，人人都称我宋楚瑜。有种你上来跟我斗，尝尝是你的是我的红酒牛肉面。还我一百块！哼，收据拿来就还你。哼，这比赛老朽早就参加多次，都输。这次来只想让大家都尝到幸福的味道。台上不用留我的位置了。主席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道菜？不然主席参加，我们可能会输哎。我知道，哦，主席，你。绝不容许吃碗内看碗外。戒严时期，你们全都不用比了，让我来增加这场比赛的特色吧。刘玉德泥巴派，刘玉德泥巴派，不愧是参加多次都输的前辈，意外的出场以及创意的料理，唯一的甜点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。根本抄袭我的知名的施沃德红酒牛肉面，朗朗上口的名称与时尚平民的组合，浓郁的汤汁经过舌头刺激全身的感官，微醺的感觉让人忍不住给一百再要一碗。这种料理哪能比得过我们郭敏栋战队？辣炒空心菜与满汉全席九二共识，呛辣的注入姐与无限次元的郭敏栋战队合作，让料理的质与量无限提升，勾起人类最深层的食欲。料理赢家，就是需要裁判的共识来决定。快炒空心菜，平民般的家常菜，有说不出的熟悉感，又能与其他的料理结合，变化出不同的菜色，在每个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我的好吃，我的才好吃，我超难吃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今天只是报名参赛啊。我只是报名。怎么不早讲？那我们做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？想被做成料理？慢着，小英，你别冲动。那个乔阿静，有话好好讲嘛。主玉，市民的把武器放下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你想先吃哪一个？谁不听话就吃谁。那一天我们终于回想起曾经一度被他们所支配的恐怖，还有被囚禁于岛笼中的那份屈辱。那你想吃哪一个？我才不告诉你嘞。管住计划，2015年七月，朱朱姐打败迟疑不决的党内 A 咖，正式成为2016国民党总统候选人。然而经过民主程序被选出来的朱朱姐却不被党员认可，低迷的民调，乡民的反串，终极统一论，
种种迹象造成党内焦躁不安，终于启动颠覆体制的困住计划。监狱是处罚罪人的场所，但是对政治人物而言却有着特殊性关系。欢迎各位来到宝岛监狱，我是更生人风光远。在这放风的五分钟，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只要答对就可以跟隔壁总统套房的一样保外就医。废话不多说，第一题，10月17日郭敏栋召开遴选会，可能废除总统候选人祝祝姐的提名资格，请问郭敏栋最后推出的总统候选人究竟是谁？ A 祝祝姐。现在抽出郭敏栋第689次总统候选人，人选是猪祝祝姐。 B 朱立伦。伦我是新北市市长，我也是国民党主席，我更是总统候选人，我们三位一体责无旁贷。请问这次换住风波，问他 C郭敏栋战队。郭敏栋战队。D 连胜文。真心不骗，唯一选择只有胜文，能胜英文，请选择。监狱是处罚罪人的场所，但是对政治人物而言却有着特殊性关系。我是更生人风光远，让我们继续关心总统大选。第二题，祝祝姐竞选办公室前顾问叶匡时在网络上表示，郭敏栋曾经将3000万支票交给祝祝姐竞选总部，请问假如叶匡时说的是事实，那3000万是做什么用途？ A 茶水费。 祝祝姐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我刚泡咖啡，路上无车无人，这罐3000万的咖啡就拿去喝吧。 B 收经费。党可以不要我，祝祝绝不会放弃党。最后，请容许我挥挥衣袖，先行离开会场。C 万圣节糖果费。安娜祝杰 Trick or treat。
请选择。死亡之握是将负面能量传导至对手身上，只要被握到，就会产生慢性破坏。死亡、伤病、衰运、意外、离婚、灾害，无一幸免。而这次是宝岛累积八年的负面能量，若释放出来，会把一切摧毁殆尽。为了保护主席的安全，我们发明了赤山六零防毒卫士护手霜，不仅能够隔绝死亡之握，护手霜的绝对防御就连美军舰艇发射的飞弹都能抵挡。罪人的场所，但是对政治人物而言，却有着特殊性关系。我是更生人风光远，让我们关心第五十二届金马奖第三题：假如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参加第五十二届金马奖，请问？哪一组能够得到最佳新人奖？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有 A 蔡英文、惩戒人、误导圣战。锁定敌人 ，Fire！圣光啊，你有看到这个敌人吗？呵 ！B 朱立伦。王如贤 Mission Incredible 五秒后销毁已解码，密码是303122 Mission Concrete。 C 宋祖瑜、徐新莹、歌喉赞。哎呀，选总统，咱们就选总统。哎呀，俺要选总统。哎呀，我选选总统，要选如何？起来，同志们！起来，同志们！你我党旗正飘扬。得奖的是，
不可能一次到位。打造智慧城市需要群众的智慧。我提出议题，大家来讨论。隔壁又失言了。我是超北市长柯文哲，让我们用大数据来找出真正的答案。来，第一题，国民党在社群网站上面放上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的影片，影片内容是总统候选人朱立伦额头一直发光。我来问一下各位齁，朱立伦的额头发光有什么作用呢？ A. 可以当冒失头灯。 吃饭喽。B. 灯塔。C 可以当 One Taiwan Man。 请选择。圣诞节是个情侣约会的好日子，恋爱的荷尔蒙充满了整个城市。但是，这里是清室中央英雄委员会，通知各位市民发布紧急避难警报，请尽速撤离。但是谁都不能比我们闪。灾害等级为陆，一个国家的选情将被影响，导致主权受到侵犯。我要奇怪一点，不能让他们毁了 T 四啊。慢了就吃不到便当哦。这种 power 难道是特别牛逼的那些英雄们？没错，我们就是一号 One Taiwan Man 与玄仙女，一周各表一次搞定。我们是二号误导与惩戒人，在地希望维持现状才是应变之道。而我们就是三号宋省长与正义之师，三得九二共识，维持现状。看来是时候用那个了。不管你们用那个，都得消失在我们的激光之下。军宅冲击，给我闭嘴！圣光啊，眼前的敌人值得一战。狮吼功，哈！趁着副手们争取的这段时间，让我们使用那一招，保护台湾的主权。台湾 number one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屁股好痛哦。